谁呀？怎么又是你？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你打算就一直这样下去吗？他把我从他家赶出去了。所以呢？我告诉他了，我今天去你公司找你的事儿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自从分手了之后，我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他，甚至他的所有联系方式我都删除了。我也已经开始了我自己的新生活。可是他心里还有你啊。那是他的事情。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他可能再也不想见我。但我看得出来，你是真心喜欢他的。我喜欢有什么用？他喜欢的人是你。给他点时间吧，他会明白的。对不起啊，但是我也希望我们不要再见面。同样，我也是。